许俊大哥应该很快就到了。游侠之名出自先汉太史公的游侠列传，他们奉战国大侠葛聂为祖师，武艺高强，仗义行侠，可是厉害得很呢。咱们降妖寺中的游侠们凭着一身本领斩妖除魔，更是战斗的主力。领头的许俊大哥性子豪爽，虽然看着凶险，但却是最好相处的了。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夸我。原来是小永宁啊，你身边这位，让我猜猜，就是那位新人了。我的考核嘛，说来也简单，你来和我比试一场，赢了就算你通过。我们游侠行走天下，最重实力。怎么样，新人，准备好了吗？气退散，不错不错，好久没有新人让我这么畅快了，是个游侠的好苗子。若你愿成为游侠，那将来咱们便可一同四海降妖了，如何？今晚便去喝上一杯。许大哥，今晚我们不是还有正事吗？哈哈哈哈，喝酒不就是正事？今晚不行，那就明晚。这个香味是，糟糕，那家伙来了！小永娘，你可要给我保密。啊，我先去向长司大人回报，告辞。许俊前辈，怎么突然像鼠儿见了猫似的？哎，这味道是……果然是秦来姐姐，怪不得许……小永娘。不擅长说谎就不要说了。许俊那家伙又跑了是不是？哼，之后再慢慢料理他。哎，这位可就是上头说的那位新人了。你好，我叫秦来，乃秦氏一族的大巫女。不过如今正在离家出走中呢。叫我秦娘子或者阿来姐姐都可以，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有过丈夫的人哦。有过。好啦好啦，不逗你了，那现在就开始考核吧。我等巫祝之人，传承自上古灵山石巫，巫者引天地弦，听万物声，唤灵作符，归谱修旧。姐姐要考教的就是你唤灵的能力，但是不必紧张，毕竟这本就不是件容易事，要花不少功夫，放轻松些才能事半功倍嘛。来，请拿好这张唤灵符。
要敲鼓吗？我最想。真没想到，居然一次就能成功。无论如何，现在的你都已经得到了妖灵的辅助，要把他们当成工具、玩具、伙伴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就看你的喜好了。别的什么？你的资质很出色，想学习巫术的话，欢迎随时来找我哟。呆子，看这边。呆子，看这边。接下来就是，是敌波通。你先在这等一下，我有句话忘了和秦来姐姐说。幽宁，你跑什么？哼，大冰块，我懒得理你，我找秦来姐姐去了。是你。原来是你。杏花村外一别，此处再见。看来你已想通了。你把小鱼藏到哪里去了？待你进入降妖司，自然便会知晓。降妖司并非残酷之所，胸怀宽容，量才为宜。此话我曾说过，只是看你并未听进去。怕是降妖即是降心之力，也依旧没有理解。罢了，反正与你先说正事吧。世间万物分属阴阳，昔日文王推演周易，我等阴阳家之人便依着先天义理遍察周天，顺势而为。世间生灵，无论是人是妖，皆不脱阴阳五行，以阴阳之理观察理解周围事物，这便是最基础的阴阳眼。
原本是要看看你使用阴阳眼的本事，不过有了杏花村这一番经历，倒也不用多此一举。毕竟是那位陆天灵的弟子，你去吧。我的考核结束，至于方才说的那些道理，希望你不要过耳不闻，多多体悟，不要堕了令师名头。哦，对了，之后若是有空，便去书斋看看吧。怎么样，他有没有为难你？为难倒是没有，只不过……不过什么呀？我觉得他对你还是挺满意的，能这么容易就从他手下逃过去的，你可是第一个呢。可我看不出他有什么。虽然他是个冰山，但还算好捉摸，等你熟悉了，自然能猜出个一二。好了好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见千雪姐姐，她可比冰块脸好多了。哦，有您来了。这一位就是他们所说的新人吗？正是，见过前辈。不必如此见外，我姓叶，名千雪，比你年长，你若不弃，如永宁般叫我千雪姐姐吧。若是降妖司中有什么不懂的事，永宁又不靠谱时，可以来问我。喂，千雪姐姐，你真是的。好了，客套话之后再说，先开始正事吧。我与狄伯通不同，身负大理寺司承一职，若是你加入降妖司后选择大理寺身份，便会归我统辖。朝堂之上，降妖司乃属大理寺所辖，因此我等既要在降妖司中协理阴阳，亦要代表大理寺正行执法。你们二人随我来吧。此前我曾说过，正行执法。妖与人一样有善有恶，若是天下有何物可以劝善去恶，那便是法。初唐之时，慧文真公与元天师一道为天下妖物立法，妖灵若想在大唐存身，便须遵我降妖司之法。魏公更是斩了那泾河龙王，震慑天下，为法立威。我等身在降妖司的大理寺之人，便以魏公为范，做那护法执法的利刃。
这里许多妖物都是违抗法律作恶多端的妖凶，寺中前辈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抓捕归案。为了维系人与妖的平衡，为了维护大唐安稳，降妖师们必须让这些邪恶的妖物不再祸乱。皮肤汗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你等肉体凡胎，兽术如同重建，竟还想着什么以法震慑天下诸妖，哼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告诉你们，魏征之所以能斩那龙王，也是那老龙技不如人，活该被杀。这天地之间，强者为尊，想我妖族在十妖军麾下纵横，我们便是天下法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百年前妄造杀孽的青丘不孝子涂山叶。敢问涂山叶大人，既然你如此强大，却又为何会被我等肉体凡胎居于这小小囚笼百年之久？你笑什么？区区百年，你这小丫头还真当什么大事儿？不过是我给李淳风面子，在这里稍作停留吧。于我而言，无非一梦而已。倒不知待我离开之日，你还能不能站在这儿，像这样逞口舌之力呢？谦虚姐姐，这人好奇怪啊，现在还在里头，却笑得好像已经出来了一样，就不怕到时候晚个几年，被人打脸吗？你这小鬼，本座不与你计较。谦虚姐姐，考核就这样完成了？能在那涂山叶面前说笑，也就说明你有资格入我降妖司了。何况狄伯通的冰块脸很是认可你，说你年纪轻轻，身手却很不错，更难得心性上佳，你可知让他夸奖有多难得吗？狄伯通前辈，